你们当然读书的时候不要让我看到你们外显的那个光芒，你们等着。缺钱，没钱啊！我买错了，我不想要买这个的。你买什么？我买到攻击型的。难怪我看你那边读书读很久，我想说，现在是连中文都有障碍了吗？中文买错了，你可以先学啊。攻击他现在有时候那个狂暴也不错，我不知道奇才力量。谁把我们家楼梯给？哎，光光光，往下挖，往下挖。我两个，我两个。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但，哎，宝石，你哦，他们国王在家。你放那个宝石可以直接回来，但你只要看位置就可以了。对吗？没事没事，你打还有我，他无敌他无敌，我等他无敌结束。他放过宝石了，他无敌他无敌。我回来。哎呦，结束。可以看一下他们宝石在哪？哦，好远。对，因为那我这里盖不回来哎。你可以把头上的头颅。他头盖了，我回不去。哎，有金哎。然后哎，那个薛姨，你还没有放宝石哦。还没，还没。对，我知道。他们挖起来的样子。对，他拿起来。嗯。想说，你刚刚如果在敌人家，你也可以怎么在他们家很深。然后去放，他们是直接国王在即啊？哦，那就不要。对，在家，然后就全部直接围殴我了。像这个，我觉得他有也是一个机会，就是把宝石放对方家，然后这样有时候在发光，有没有？我们在那边就会找不到。之前好像是隐喻还是谁有用过，超强。哦。我决定要去。对不起。决定要怎样？你决定就你要去玩跳楼机，不是啊？你们那个坑在那个制作台前面咯。我们的那个他说你要去跳楼了，就这个瞄火气很大哦。台湾很美好，你不要这样。外面下着雨，阿喵心情也不美丽。哦，你干嘛？你怎么了？你说啊。因为我刚喝完中药，你说啊？啊，所以呢？我喝完又吐出来，又喝回去，好饿哦！我不想听，不要他，不要他。不是啊，就是你喝完超恶心。我们没有喝完，你就说很饿、不舒服就好了。Too detail。不是，我们没有要知道那么细节。要他，要票是不是？要票，好可怕！两千的那么两，1200啊，你也可以晚一点。好，我要过去挖挖了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对，稿子。哎。我们国王的附魔装哈记怎么都还没有？我很赶，我很赶，我真的赶了。他很赶的，他很赶的，他很急的，对。这个应该用炸。你跟他敌国的，你跟我妈讲话。哦，对耶，怎么敌国的嘞？这么快就发起间谍了？但他好像没票到，书柜不够，国王。阿王，然后那个他们，哎，他们已经那个了2000了，哇！但也还好，就是他们也没办法再更多，然后我们的灵魂可以慢慢的赚。OK， 只是等一下可能也可以去挖那个黑石，也是比较容易的。黑石用炸的是不是比较快？就是炸一颗之后用挖的。它底下是哭泣的黑曜石，对，哭泣黑曜石那个好像炸不掉，没有炸不掉啊，对，还有要挖的，没办法，就你稿子有个效率四之类的，很好啊，还在弄，那我们的分数怎么变负100了？我们吧，我们怎么啦？我们怎么负100了？猜错吗？我们间谍出来了，间谍做事了。间谍硕士，对，不是吧？哎，没有，是票数才会啊。他们票到间谍了，对啊，你是间谍他们票到我们会扣分，我们会扣啊，我们会扣。
哦，这我都忘了。跳地，你的任务是什么啊？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连自己是间谍都不知道。啊？你连自己间谍都不知道，然后你还可以被票？对。哇，你怎么烂成这样啊？你怎么会这样？我不知道。那你为什么会被票？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被票的。那你可以翻一下你的记录，你的任务是什么吗？对话框往上一直跑。对话框往上。看最早有没有？然后下次记得就是不论如何进来就可以对话框看一下。哦、对，连续待在红色光周围5个60秒。哎呦，薛英刚有没有想要靠近你？现在旁边很久。目前没有。从头到尾。从头到尾都没有。对啊，听起来从、头到尾有跟 你有队友吗？跟你待过60秒的边缘的感觉。所以你有队友吗？边缘哦，我超边缘嘞。你好边啊，超边缘嘞，我超边缘嘞。不要啦，不要啦，允月。哦，允月在干嘛？不是你喊的允月，然后被杰克打倒。所以杰克打死什么意思？他们两个一起来点我、啊哦，怪怪的。哪里黑石吗？就是说现在可以先那个、啊，他们的宝石应该是藏地底下。哦，你说不管吗？不挖吗？没有，因为他们已经那个2000了。嗯，对啊。对，如果他挖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把他挖掉。他们刚刚有在一直都在挖黑曜石。是我在挖他们的。哦。那他们确实会来防守，很正常。嗯，是的，对。我以为你在防守。No， 我在被贬。你的稿子有升吗？效率高一点。有啊，孟娜让我挖下啦！你分数前对孟娜超猛的，开场挖2颗钻石。哦，有这？有，那不让挖哎、欸、啊！钻石不是最基本的吗？嗯嗯哦、感谢。你确定你现在讲话这样？刚刚我们才聊到有人都没有，然后阿喵今天到底吃了些什么？哦、你今天很呛是吧？我今天嘴好臭。你今天很呛是吧？你很呛哦，今天要走这个路线是吧？我真的很难过。他已经变了。雪英。嘿嘿嘿，给你这个，我在地上捡到了，这是杰克的钱，有一组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杰克，为什么是他的捡漏洞？因为他的墓被爆开来，他没有去捡，有60几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有钱，快乐。这个拾荒我还是有一点经验。拾荒，听起来很哀伤，有点可怜。的感觉，不要有这样的经验吗？要挖超久的哎，没有你的那个稿子要升呢、啊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年是谁。他可以那个下午讨论讨论，你们来讨论。下午如果是要死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去。可以啊，或者是买、啊，不要不要被票吗？我被杀了，不要他，不要。我觉得领的蛮好，我觉得那个茄喵可以看看啊。喵，这今天很呛的、欸，今天很呛的，今天很呛，很呛的、哦，今天很呛是吧？很呛、哦，很呛哦，哎呦，今天很呛是吧？你在偷了吗？小弟走开，你在偷袭我？不是、Sorry ，哎呦。哎、欸，吵架子，我是间谍吧？我看一下，等一下，对话过来呀！现在自己也很辛苦，我不是抽。哎、欸，月口在这哎、欸，打他，打他！他有反甲了，他有反甲了，已经太夸张了吧？反甲，我其实每次都觉得反甲蛮容易附到的、欸。蛮容易的、啊，我刚也是附到了。我每次的第一件衣服都会是那个尖刺二。不要、嗯，为什么？不知道是不是设定还是什么？这么多人呢？为什么他们永远守在黑石这边？什么意思啊？因为黑石真的很，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很好被挖，很好挖。对啊，黑石很容易被挖。那你就换个，那我换个地方。我附到剑就去帮你，啊、一直附不到。差点掉下去，这里怎么坑坑巴？我们家怎么坑坑巴巴？你可能要问那个今天很呛，今天很呛，挖懂。他们全部人不浓了，直接开手加哎、欸、，why？
哇，因为他们点数够多。杰克已经付完整套了，好痛。他们付完整套了，哈记，我们的血印还没有付完整套。燃烧一的钻石，燃烧一可以，我等一下可以拿。好，我放在那个。等下付个锋利。好凶。保险柜。美女，不要呢，没有帅啊你，好像没有。不要呢，没生呢，要生一个。真的真的哦，所谓三阶了。被友军击败。他们一直打我的屁股。哦。我想打。那你要绕狼一起去。厄运水晶赚钱。中间被挖了。哇哇，嗯，我直接付锋利二好了，付不到好的。我们间谍还没，我们好多找到。对，要直接开宝箱在这吗？要不要先把不要不要不要把那个贵重的放进去？剑我拿，那个我要付。嗯，钱就先不要放哦。好。我想想，我要对，我要付个效率，付个效率。那个还可以直接五块钱买那个稿，如果你不想倒的话，就这样子最快。然后付到效率四，其实都还没有到那么贵啦。五就比较贵一点。我回来了，你直接走上来走下。我准备回来。好吃。所以刚刚雪莹也是一穿过去就被就那个宝石就直接放出来了。哇，我们这边要被揍是不是？啊、就我要回来啊，回家就放了。哎、欸，他们又在炸黑石了，黑石这真的要第二天要守了。就是、我可以守，我可以守。六十。他应该是挖地道、啊，那个陨月最会挖地道、啊。有，你看这旁边有地道。仓鼠太夸张了，仓鼠。土拨鼠。土拨鼠，好可爱哦！土拨鼠影月、哦，今天的附魔好像都不是很好，而且我有封三，我也是封三，我也是封三，你可以先拿。那你可以变封四，好，你就能可以回来拿变封四，可以变封有那个封变封子，也行，可以，我封子，经验值不够，看一个隐形来了。杰克，这还有隐形，这还有，哎、欸，轩逸小心，啊哈哈，他被守卫，他被守卫，还在楼下，他送装啊，还有，他应该没穿吧？而且，对，不确定，有可以自己掂，嗯，你自己掂，他们真的很夸张，他每次来挖挖，李平要去。挖吗？我也可以陪。我要去挖，但我也在守。诺伊他们也都在挖。我们黑石重生，刚底下我有那个挡、啊。应该没那么快。但他那个稿子，他应该也都是，他上次都用到效率，很凶。哎呦，孟娜在守。哎呦呦呦！哦，他好像剑有负，装备还没盾。我们这个黑石可以挖哦。你们在打架？嗯。咪咪，咪咪多诺伊，没事没事，我帮你把那个附近的守卫打一打。我去挖黑石哦。好的，哦，可能要分头行动，因为他们会守这样。有守卫都干掉了，你可以来捡。我来了，哎、欸，但我身上也没什么装，所以没有一定要捡这个。你不是有搞？哎、欸，你搞还没升吗？没升呢、欸。我来了。那我哇，有一口才，我这个校山给你。啊、你知道？怎么那么好？给你的。你的校二给我，回去再把它升一升。我再买一买，升一升。嗯、欸，可以。谢谢你。我会不负众望。校山很便宜啊，就一个。四就要弄一下，欸、我负重望了、嗯，你们走开 ！No， 你可以的、欸。他们人真的太多了，不。哇，你又倒啊！哇，
告知，没事，我们等一下一起上。不是他们说两三个啦，算了，我剩一颗啦。啊，记住。